有请下一位挑战者抢先100秒。大家好，我叫布新农，是一个喜欢音乐、爱好唱歌的东北姑娘，现在是云南大学音乐系的一名青年教师。在专业上，我喜欢不断挑战自己和突破自我。这次来到黄金100秒的舞台，是想圆自己初心的一个梦，以及家人对我的期望，希望能突破自己和挑战自我。掌声欢迎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姐好，你好，杨帆哥好。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女孩子啊，一穿上这种古装的衣服，然后仙女下凡？我很喜欢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，来请投票。投票结束，看一下抢先一百秒的分数是83分，83分，一点点小遗憾。新农是土生土长的沈阳姑娘吗？对，我是东北人啊，东北人哈。嗯，然后拿起长笛表演的时候，和我印象当中东北姑娘的性格反差比较大。在我的童年记忆当中，俺们东北就没有安静的人，可能唱歌的时候会更洒脱一点，生活当中也确实比较，生活中可能自己安静的时候会多一些，但是一唱歌在音乐的世界当中你就变了，神经了。所以呢，你喜欢的音乐类型是摇滚？更喜欢古风和民族的东西多一些。我自己是学民族声乐演唱的，唱民歌那种感觉的。对对对。所以呢，要不要这样，可以通过音乐来表达你不同心境下你的不同变化，好不好？就拿《童年》这首歌举个例子嘛。行，那这样你投入到你的表演，你的萨克斯给我就行了。就先来个民歌吧。池塘边儿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草上上的秋千上，还有那知了停在上面。哇哦，虽然是民族唱法，但是还是很斯文呢。那黄金观众都说了，那种爆发力也许只有在美声当中才可以见得到。美声行吗？行，可以来一下试试。试一下，试一下。池塘边儿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操场上的秋千上，还有那蝴蝶停在上边。大概这样吧。好多了哈，就显得很霸气了。对，这个气势一下上来了不少，但还是你要说跟虎妞一样的话吧，我觉得她还是很斯文。那就只能在我们东北二人转当中见到那种感觉。二人转会吗？会一点，因为就是在沈阳嘛，在东北嘛。二人转来一个啊。池塘边的那个秋千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草上上那个秋千上，还有那扑拉蛾子飞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字迹还在噼里噼里啪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不错不错，好听。这确实是一看这个会的唱法很多，但是就是我们这和参加专业的声乐比赛最大的不同是，你看参加很多这个音乐比赛哈，一定是音乐家在下面给你打分，我们这个呢黄金一百秒一直是一个百姓的舞台，我们这个黄金观众的构成啊也不都是专业的哈，也有会唱歌不会唱歌的，不同年龄段也都有，大家能不能在100秒钟之内给你支持，让你完成你的表演，这是你接下来需要挑战的地方啊。最后想问了哈，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的节目？其实今天真的很开心能来到这个黄金一百秒这个舞台。然后因为我学习声乐，最开始是5岁的时候是姥姥送我来的，然后但是她现在已经就不在了。我也是想满足一个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，然后希望，家人，然后还有姥姥能在天上看着我，今天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，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挑战成功，加油。
能够看得出来你和姥姥的感情很深。嗯，是你的小的时候是姥姥带大的吗？对，就是小的时候喜欢唱歌，然后就是家里人其实还是挺支持我，但是如果没有姥姥也不会有我的今天。姥姥生前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她就是一直以来就是无论我学习还是演唱她都特别喜欢，就是不断的比如有视频他就不断的去刷新我的歌，会看视频，或者是说我如果我需要就是买一些什么音乐设备啊什么，他都会无条件支持我。第一次登上我们央视的黄金大舞台，这次难得的表演的机会就让姥姥看到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来，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，请登上黄金舞台。生哥，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，你跟娘俩打保票，一定活着回来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。我是村头的月，你是远方的星，星月相伴成彩云，等到相逢，等着我，亲爱的人，等着我，不变的心，听一听我，彼此呼唤，一生有情。谢谢布希农的100秒的表演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投票。投票结束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弹幕。带着梦想一路前行，去唱歌，去追随，加油！声音很嘹亮，很好听，表演很感人，音乐剧的感觉很好，很有代入感，嗓音太好了。好不好啊，咱也得听听现场的黄金观众的点评哈。迷彩大姐唱的好不好？她不但声音好，而且用情用心在唱，唱着这个妹子啊对军人哥哥那种情谊啊，反正是太好了，我都没法用语言表达，反正我是入了迷了，用情唱太好了，我眼泪流下来了，说明你就又动情了，我就动情了。看得出来这个左霞大姐点评的时候也动情了，对，动情了啊！来，这位，这个小姐姐确实唱得很好，但是就表演来说，我觉得还有改进的空间。哦，比如说一张嘴说台词的时候说的是哥，我们娘儿俩等着你回来，但是我发现这小姐姐她目光呢，一会儿盯左边，一会儿盯右边。你跟娘儿俩打保票，一定活着回来。娘俩。俩人明确一下对象，我觉得歌剧的表演就会更棒。我们这个观众给的建议很专业啊，冒昧的问一下，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学音乐剧专业的。你看看，谢谢你。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结果好吧？行。黄金大幕请升起。希农，我们一起来看结果好吗？好，3、2、1，宝箱开启。挑战成功，最终得分是96分，而且是没有加额外的5分的前提下，96分挑战成功了。
我们看到是96分，成功了，但还不是100分。现场观众也有给你一些建议，但是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希望你越来越好，好吗？好，继续加油！是金子总会发光，加油！